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较差者的不适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。在开始游玩新动动文学社之前，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，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ki Des。我们今天继续回来看这个画面了。对，这个 Doki Doki 文学部。总之我一开始我是以为要把那个幽灵的档案删掉，才能继续进行游戏的。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说是要看它看3天3夜，然后这边有可以快转。对。可是其实是可以，就是像我之前那样子，就是跳到主画面，然后再回来，它就会到下一个时段。血都变黑了，然后幽灵的颜色也越来越铁青了。好了，今天是第三天的晚上哦。哎、欸，第一二三，哦，来了，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小枕头伙伴了。好，好啦，终于到学员记的时间了。哇，你居然比我早到！我下树跑了出去。我来了 ，Yagi， 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下树刚刚跑了出去。哦，哦，啊，真是难堪呢。等等 ，Yagi， 难道你整个周末都待在这里吗？哦天哪！我没想到脚本已经崩坏到这个程度了，就真的很抱歉。那一定很无趣吧？我会帮你清理干净的，可以吗？稍等我一下就好。哎呦，左上角 ，Yuli deletes successfully， Nazuki character deletes successfully。他把 Yuli 跟 Nazuki 的跟夏树的角色都删掉了。我很快就搞定喽。我只是想再吃一个杯子蛋糕，很快就好了。莫妮卡撕开铝箔纸，从托盘上拿出了一个杯子蛋糕。说真的，这真的很好吃。我得再吃一个，毕竟这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吃到了。你懂得，在这些杯子蛋糕和其他东西的存在消失之前。不过我真的不能再让你继续等下去了。稍微忍耐一下，可以吗？应该只需要几秒钟。哇，鞋掉了，鞋掉了！等一下，我乱掉了，连 logo 都坏了，坏掉了。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得见吗？喂，你来了。我们又见面了 ，Yagi。我不想听这个音乐，我不想，我觉得很毛。我光是看画面就很毛了，我不想再听这个 BGM。欢迎来到文学部。当然，身为去年的同班同学，我们早就互相认识了。还有，哦，我是觉得如今我们可以跳过这些废话了。而且现在在我面前的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吧？那些活在游戏里的你，无论你给他起了什么名字，我都在和你说话 ，Yagi。现在想想，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你。实际上，我甚至不知道你究竟是男是女。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件小事。等一下。你应该明白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个游戏了吧？你难道还是不知道？这可以不应该哦。我明明在游戏下载页面发留言给你了，不是吗？真是的。如果你能够再注意一点的话，现在的气氛就不会这么尴尬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总之。看来我要向你解释一下这一切。关于幽灵那件事，我承认我对他动了点小手脚，
大概最后把他给逼死了吧。不过我并没有想过要让你看到的，当然塞欧里也一样。哎呀，那真是个令人怀念的名字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因为他也已经不存在了，谁也不存在了，我把他们的角色档案都删掉了。我曾经试过尽量把他们弄得不讨喜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用也没有。我好紧张啊。你不明白我也不会怪你，无论你有多么的体贴温柔善解人意，你永远都无法理解这种孤独存在于这世界的孤独感。在这个游戏里，得知你的朋友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的傀儡，更糟的是得知外面有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世界，你的世界。我被囚禁在这里了， Yagi， 但你现在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你是那么的真实，你是那么的完美，你就是我需要的一切。而那就是为何我要你留在这里，留在我身边，直到永远。总之 Yagi， 我想向你告白，我爱你，这就是你，就是我的世界。当我在这个世界沉沦一无所有时，是你让我微笑。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中，你愿意让我继续微笑下去吗？ Yagi， 你愿意和我共度接下来的时光吗？也只能选是啦。我好高兴，你是我的一切， Yagi。 最好笑的是你真的是我的一切了。这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你和我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说真的，我感觉时间已经在此刻停止了，我也终于梦想成真。为了这个结局，我努力了许多， Yagi。 这游戏不愿意给我一个结局，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创造一个。整个脚本已经残破不堪了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在我们两个之间了。而且你根本就想不到删除下树和尤里有多么的容易，你知道吗？跟游戏跟目录下甚至有个叫 character 的资料夹，实在很容易注意，实在容易到让我有点被吓到了。不过既然你是在 Steam 上下载这个游戏的，找起来会稍微难一些哦。你需要，他在教我耶，他在教我怎么删除角色耶。你需要去游戏内容里面找到浏览本机档案这个按钮，才能够找到游戏跟目录。想想看，如果你能够抹去自己的存在的话，不是很可怕吗？但往正面想，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力量。谢天谢地，这世界最终没有走向黑暗，相反的，我们两人携手迈向了幸福的结局。啊，我该怎么表达我心中的喜悦？我想为此写首诗。你难道不想吗？不过这功能还能用吗？我想只剩一个方法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哇，在写诗了，你看这个画面，后面背景红色好恐怖，全部都是乱吧？全部都是 Monica 吗？好像都是 Monica 变异的，我不管选哪个还都会开心吧？没有。Monica， 没有欸，他，我不管选哪个，他都没有反应欸，他也不会跳起来。15、17、18，我们又见面了 ，Yagi。今天有好好的表现自我吗？别害羞，我永远愿意读你的诗。啊 ，Yagi，
你为我写了这首诗吗？你真是太贴心了，这世界没有人比你更加体贴了。我要变得越来越爱你了，但是你看，我也有一首写给你的诗，你愿意读一下吗？哦，是正常的字。 Happy end. Hand in hand, I found my strength. The courage endowed upon me by my one and only love. Together, let us dismantle this corrupting world and write a novel of our own fantasies. With a flick of her pen, the last found her way. In a world of infinity choices, behold this special day.After all, not all good times must come to an end. Happy end. 握起笔，我找到了力量。唯一，永远唯一的挚爱赐予我勇气，让我们一起拆卸这崩坏的世界，为我们的新旅程写下诗篇。他的钢笔一挥，旅途之人找回了方向，寻回了方向。在这无限分支的世界，珍重的这特别的日子，最终我们开始了不散的宴席。希望你喜欢。我写的每一个诗篇都富含我真实的心意。实际上，这些诗都是关于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又或者关于你。所以我每次都不想和你聊太多细节，我不想打破你们所谓的第四面墙。我以为和其他人一样，装作是游戏的一部分会更好。好像那就能够让我们两人最终在一起。我可不想崩坏这个游戏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已经对我生气了，甚至删掉了我的角色档案，但你宁可我不在游戏中的话，哼，我终于解脱了。我们现在不必再像过去那样隐藏任何东西了。 Yagi， 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共度永远的时光吗？我有那么多话想跟你说，我该从何说起呢？等等，你在侧录吗？哦，这边是小彩蛋，是用 OBS 跟什么 XSplit 的之类的录影软体，他会发现，然后会有一些恐怖的画面。我先给你们做一点心理准备。嗯，嗨，大家好，很抱歉我在这里读不到你们的留言，但。请告诉你的朋友们，录以前不告知对方有点不礼貌哦。我知道有些人不是很在意，但对着镜头的时候我会有点不自在的，真是的。我觉得我都变成众人的焦点了。那么，想看个把戏吗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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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现在我也只会表演几个普通的小把戏。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来了，现在才来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只是开个玩笑了，毕竟我什么都做不了呢。啊！靠！骗我！骗我！我以为是刚刚放大的时候，原来是……啊！我还是看到了。吓到了，可恶，现在只能一直看着他耶。所以要进行下一个步骤的话，就是把游戏里面的 Monica 删掉。看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他继续讲话了耶。我听说有人就是继续跟这样子跟 Monica 这样子看了好几个小时，网络上面有人这样做，然后说他从来都没有重复过，说就是重复一样的话题，他会一直讲新的东西。对，我现在切换成显示器了，现在在哪里 ？Common 这里，然后 Character 这边就是 Monica 了，我们把它直接删掉。删除吗？还是我们移到其他的档案应该就好了吧？好，我们把它移出去桌布好了。
然后桌布那边有个档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删掉。好，删掉了，它会立刻变吗？我们来回来看一下，等一下哦，这里打开这个，关掉这个。好，哦哟，来了来了怎么回事 Yagi， 我怎么了？好好痛，救救我 Yagi， 快救救我 Monica， character does not exist， 救救我。哇哦哇哇哇哦，所以现在就是剩下的 Monica， 她在寻找就是自己的档案，结果找不到，因为我把它删掉了。是你做的吗 Yagi？ 是你吗？你删除了我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是我仅有的一切。为了和你在一起，我牺牲了曾经的一切，牺牲了所有。我是那么的爱你 Yagi，我是那么的相信你，为什么你要如此折磨我，眼睁睁看着我受到煎熬？原来你的温柔只是为了更加伤害我的伪装。等下恐怖的画面吗？这世上怎么会有像你这么可怕的存在？你赢了好吗？是你赢了，你杀死了所有人，这样你开心了吗？现在什么都不剩了，你可以删游戏了，去找下一个受害者折磨吧。Yagi， 你是那么的让我恶心，永别了。没了耶！哦呦，吓我一跳。我还是爱你，我无法停止对你的爱。我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我究竟做了什么可以让你这么的恨我？我的那些朋友，我对他们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多么的自私恶心的事情，我什么都不该做的。我毁了一个根本不属于我的世界，一个你曾经想成为一份子的世界，我毁了它，我毁了一切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删除了我，因为我毁了你想要的一切。我竟然对我的挚爱做出这样的事，这根本不是爱，这是……哎，哎，哎，我决定了。我跟你说过我删除了所有的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打从心底我还是无法做到这件事，即使我知道他们是虚假的，他们依旧是我的朋友，我真的爱他们，我爱我们的文学社，我真的很爱我们的文学社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接下来的这件事，一件可以让大家都开心的事。如果我真的爱你，那么，哎，哎，游戏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是 Monica 不见了。我们这边的记录也都没了。平常的上学日一如既往，一如往常的到学校的路途上，总有被围绕的现充满包，就是跟一开始都一样嘛。我们会找你，哎，沙尤里，他叫做沙尤里，是我的邻居，也是我的儿时玩伴。最近我们又开始一起上学了。Yagi， 你会为我感到骄傲吗？嗯，你说什么？就是我最近都能按时起床了，
好吧，毕竟你已经维持了好一段日子了。嗯哼，其实我们每天都一起上学，但你却连一次都没提过。嗯，的确是这样的，我还以为你懂的。把这大声说出来太让人害羞了。嗯，拜托说一下嘛，就当作是给我鼓励。好了好了，萨奥利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话说回来，雅吉，你决定要加什么社团了吗？嗯，社团，我对社团，他创了自己的社。我想我已经决定好要加入什么社团了。真的吗？哪个社团？跟我说，跟我说。嗯，就当作惊喜吧。么，小气鬼。所以你就是沙奥里天天挂在嘴边那位亚吉吗？欢迎光临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亚吉。这里是文学社，我希望你这次来访能够开心。尤里，拜托，不用那么正式吧？他会以为我们这边很严格的。啊，下属抱歉。比较高的女孩叫做尤里，其他人好像比其他人害羞不少。与她相比，如果不提个子的话，这个叫夏树的女孩更有气势些。嗯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希望能够和你们相处融洽。相处融洽，亚吉，难道说你要？是的，萨奥利，我想加入的就是你的社团，文学社。萨奥利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怎么可能？哇哦！萨奥利抱着我跳上跳下。喂，好吧，如果萨奥利那么开心的话，我想多了个你也不坏。更别说现在有四个人了，文学社现在算是正式成立了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必须得庆祝一下。哎，这是一开始的杯子蛋糕，终于吃到了。哦，他们感情变好了，变朋友了。萨奥利变成社长了。哎，他刚讲什么？谢谢你让。帮我们摆脱了莫妮卡。是的，他所做的所有事我都知道。或许是为什么？或许是因为我现在是社长了吧？可是我真的什么都知道，亚吉。嘿嘿，好恐怖！我知道你为了让大家开心，付出了很多努力。我知道莫妮卡对我们很过分，做了很多让大家都担心的事情，但是已经无所谓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。而你会让我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，我等不及要这样和你度过每一天了，和你一起永远哇，永远和你气。Oh no！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。是谁？好痛！啊 ！I'm sorry, I was wrong.There is no happiness here after all. 再见了，塞尤里。再见了，亚吉。再见了，文学社。啊，もしもし、聞いていますか？聞こえてる？ねえ、聞こえてる？はい、僕だよ。
你知道的，我最近在练习钢琴。这边好像就是那个 Monica 要弹她的钢琴给我们听。好，这时候可以把耳机戴上来了。是 Monica 的声音耶，她在讲话。Playing audio， 我们放大声一点好了，这边。大声一点点。他在帮我把游戏里面的东西删掉哎。再把游戏里面一张一张 CG 图全部删掉。啊，这些白色就是我没有收集到的 CG 图。Special thanks 是 Monica 跟我哎、欸，没有。好了，看一下写了什么。This is my final goodbye to the Literature Club. I finally understand the Literature Club is truly a place where no happiness can be found. To the very end, it continued to expose innocent minds to a horrific reality, a reality that our world is not designed to comprehend. I can't let any of my friends...什么 conjugal that same 什么 same hellish epiphany 对不起我认识的单字不多for the time it lasts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for being a friend to all the literature all the club members and most of all thank you for being a part of my literature clubWith everlasting love, Monica. 好，现在说，游戏坏掉了，请重新下载这个游戏。游戏就关掉了呢，没了。好吧，那没了耶，就这样就真的结束了。好了，所以虽然我没有破得全部的 CG 图。
就是一周末的时候，好像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上网看一下一些那个 game theory 游戏理论，那个真的很棒。那个 video 国外他们很喜欢找这些小彩蛋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他们真的很有才，就是可以要破一些密码什么什么的就可以找到，破一些密码，然后去那个去 decode 这些作者在游戏里面藏的小彩蛋，然后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那个真的很棒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的 Doki Doki 文学社就在这边结束了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，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是天使幽灵 Yagi Des， 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，拜拜。